11月17日，龙息神即将开启龙与地下城正版联动活动，推出全新故事魔族地图，让你挑战全新地下城 BOSS 知名 D&D 大魔王巴洛炎魔恶徒。为了顺利闯关，我们更需要传奇英雄的一臂之力。没有错，龙与地下城最受欢迎的崔老三带着他的黑豹和双刀也终于来到龙息神即的疆土了。别以为这只是一次简单的 IP 合作而已，大家可能玩过很多奇幻题材的游戏，但龙与地下城作为 TRPG 奇幻桌游始祖，对于 IP 相当严格，能授权使用他们官方世界观剧情和角色的正版游戏还是相对少数。而龙息神即从每一方面都汲取了龙与地下城 TRPG 游戏精髓，用精细的经典美术画风在你手机里呈现这个刀剑与魔法的世界，过程中跟 NPC 的对话，沿途上遇到的新伙伴都会影响你这趟英雄之旅，当然还有你投骰子的实力。是一吗？对，游戏支援手机 PC 双端同步游玩，龙息神即和龙与地下城正版联动将于11月17日正式开启，现在就去下载开启你的龙与地下城之旅吧。